有名的导演侯孝贤，伊进前吼媒体讲有失智症，即马伊的亲人来证实这项消息，讲导演已经等于处理咧休养啊。虽然讲这公司阁继续咧经营，也毋过进前筹备的电影已经无法度阁继续做。在中央团队甲全场的掌声中上台，出名导演侯孝贤，在2020年协办第57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。因为这种关系、这种情感，然后对电影的一种坚持，整个人都是气在那上头，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。侯孝贤在1973年踏入电影界，为长期编剧一直累积经验。1980年代开始，陆续推出《就是溜溜的他》《恋恋风尘》这些电影，后续也够和侯孝贤国际正出名的《悲情三部曲》，也够《刺客聂隐娘》这些作品。过了10年来，在堪萨影展、威尼斯影展这些国际奖项一直拢得奖，同时也进入提金马奖。国第2020年协办终身成就奖。不过侯孝贤在最近和外国媒体传讲，因为得到失智症，所以退出。Sadly, his health is now in decline, and I don't think he will make any more films. But I think he, you know, his reputation is assured in film history. 消息一出来，影坛拢真意外。侯孝贤的家属也发表声明，证实侯都是得到阿兹海默症，也搁伫准备的心脏，一直到得到新冠确诊了后才暂停。目前已经转厝休养，不过公司目前也搁伫运作，只不过进行筹备的电影也无法度继续执行，因为侯孝贤伫《刺客聂隐娘》了后，并无其他执着的作品，所以这嘛代表。《刺客聂隐娘》可能是伊最近接到最后一部作品。如今剑术已绝，我也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